哪种黑白切是猪的括约肌呢？面瘫必点的大肠头还是粉肠，它其实是肛门括约肌。洪孟凯，肛门括约肌，果然了解肛门厉害，对不对？大肠头，大肠头。我太喜欢这个了，我随便想的。题目不用再念了，很爱吃黑白切嘛。可以的，我知道了，以后我就叫你括约肌鸡哥，好不好？今天晚上9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全民新攻略。